There's a woman giving him flowers. Hey, 你们好. 你们好. You 我看了还是很难过的，当然了，争取人权和争取民族，恐怕都要付出这样的代价。我们既然走了这条路，我们也就准备付出这个代价。我想我弟弟也是有这种勇气和这个决心的，